本期讲解一个拼多多低价高利全攻略，不同类型店铺配置不同打法，无货源玩法与选品玩法，选品方法都详细的讲解啊，包括这个无货源的玩法、选品方法与实力、定价策略、止损规划、权重提升、盈利投产等方面内容，全部都有讲解啊。这是课程内容啊，一共是15节视频课程，尤其是这个选品是最核心的，选好了之后就肯定赚钱，选不好的话就有可能亏钱。这下载之后整套教程一共是15节视频课程，下载之后自己学习就可以。如果需要百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个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拼多多低价高利全攻略，就可以直接下载百套教程了。